好，在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咱们来看看26课的课文部分。先看一下第一段，看一下第一段第一句话，请看屏幕。哦，这是个超级长句啊。It is animals and plants which live in or near water whose remains are most likely to be preserved. For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preservation is quick burial. And it is only in the seas and rivers and sometimes lakes.Where mud and the sil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posited, that bodies and the like can be rapidly covered over and preserved. 这个句子比较长，但中间呢就是 and 连词来连接的两个大的并列句。这两个并列句里面骨架结构都是强调句型。第一个并列句里的强调句型里面是 it is, 后面跟这个 whose 来搭配，这是强调句型。我们知道这个强调句一般是 it is 后面连词都是 that， 如果指人的话呢，一般可以用 who 或者宾格的 whom， 如果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强调的东西是事物，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which， 但用 whose 比较罕见。为什么本文用 whose 呢？因为被强调的成分是属格，这个时候咱们用 whose 连接，被强调的是动物和植物它们的尸体，这动物植物的尸体修饰是这个属格，这后面用的是whose 连接，这个比较罕见啊。然后后面 which 这个 lived in or near water， 这是定语从句来修饰前面的动物植物，这个 which 可不是跟 it is 搭配的，这是定语从句修饰动物植物啊。然后是生活在水里边或接近水的动物植物的它们的遗体最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remains 是多义词，这个词习惯用复数啊，它本意可以表示残留物、遗址、废墟，派生意可以表示遗体或者遗骸，用这个词表示尸体、遗体比较正式、比较文言啊。为什么呢？这个黄颜色的斜体字 for 开始到第一个并列句结束 quick burial 是结束，这明显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啊，是因为呢这个要这个保存这个东西啊，最这个必须的这个条件之一，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迅速掩埋。那为什么在水里面能迅速掩埋呢？ and 引出并列句来解释一下，这里面 it is 是跟后面这个 that 来搭配的，这是普通的一个强调句型 it is that， 被强的是状语啊。他说那么只有在海洋和湖泊里边 and sometimes lakes， 这两个逗号之间的斜体词是插入语，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海洋和这个河流里边，有的时候在湖泊里边，有的时候在湖泊是个插入语啊。那么只有在海洋河流，有时在湖泊里面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啊 where mud and the sil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posited，这明显是定语从句，定语从句修饰前面那个 seas and rivers and sometimes lakes， 就是海洋、河流和湖泊。为什么呢？但是海洋湖泊里面的这个泥，还有像淤泥啊 ，silt 就慢慢沉积的淤泥，它们能够不停的被这个沉积下来，怎么样呢？不停的在沉积。那么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尸体还有类似于尸体的这个东西，能被迅速的掩埋，并且迅速的保存下来。这是整个的这句子语法成分分析啊，这里面重点特别多。我们首先看看这个特殊的强调句型，今天还是第一次碰到，咱们来看一看。那就是 it was 后面跟 whose 来构成强调句，这时候被强调的成分是属格啊。因为这个句子如果要是不强调的话，正常的一个语序是这样的吧？应该是 the remai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which live in or near water are most likely to be preserved。这是如果不强调的话，正常的一个语序。在这里要强调这个黄颜色的住在水和水附近的动物植物，它们的这个身体，它们的这个遗体尸体最有可能被保存下来。那强调这个成分怎么办呢？我们用属格构成本文中的结构。 It is animals and plants which lived in or near water whose remains are most likely to be preserved。 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后面这个尸体 remain 是指它们的，在这用 whose 连接是通顺的。再看一个例子。I lost Uncle Bill's address. 我把比尔叔叔他的地址给丢了。我强调谁呢？强调 Uncle Bill。 我把比尔叔叔哦，可不是包子叔叔，对吧？把这个叔叔的地址给丢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后面被强调是属格，这 Uncle Bill， 那后面又跟他的地址，那好了，那只好加上 whose address I lost， 对吧？ It was Uncle Bill whose address I lost。那不是别的，这是不是别人，这是把别人叔叔他的这个地址我给弄丢了，是这么一个结构啊。这是强的句型，被强的是属格，注意用 whose 连接就好。
那另外呢，本文中又看到这个 remains， 咱们做复习啊。remain 这个词啊，它是 plural form， 习惯用复数，这 pl 表示 plural 就是复数啊。它的习惯用复数，它的一般意思表示残余物、残留物、遗址或者废墟，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咱们在三册第三课无名女神就讲过，先做复习啊。The body of one statue was found among remains dating from the 15th century BC. 有一尊雕像的躯干部分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的一堆废墟中被发现了。这个 remains 是遗址、废墟的意思啊，是残留物也行。你看在本文中、本课书中，就在我们的155页的16行到17行，就在咱们26课里边啊，16行到第17行出现这么一句话。In his mouth were the remains of fir trees. 那么在他的嘴里面呢，是一些这个杉树啊，一些针叶树的这个残留物。The last 这个针叶树的残留物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在掉进这个大裂缝啊，并且摔碎了他的背之前，他吃的最后的一顿饭。The remains 表示什么？残留物、遗址、废墟、残余物，可以用它。好，那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是比较文言的一个书面的意思，叫遗体、尸体，或翻译成遗骸。表示这个时候呢，它用在书面语，注意它习惯用复数，即便是一个人的遗体，它用复数，这没办法啊，语言习惯问题。His mortal remains are buried in the churchyard.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这个教堂的墓地里边。Churchyard 是教堂这教堂的墓地。Mortal 咱们在三册就讲过，就终有一死的肉身的。这个会死的，那神的特征是 immortal， 前面再加 I am 就好了，对，他的肉身遗骸被安葬在教堂的墓地里面。 remains， 本文中是尸体这个意思啊。好，再回到文中，他说他们的尸体怎么样？ Are most likely to be preserved， 最有可能被这个保存下来。这个likely 或者 unlikely 后面确实一般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搭配比较常见一些。那可能如何如何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啊？你像我们复习在25课里面就出现过，149页第4到第5行，149页的第4行到第5行。This is a pity because noise abatement really is a good cause, and it is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if it gets to be associated with bad signs. 那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呢，这个降低噪音的确是个好的事业。并且怎么样，如果它呢与那些糟糕的科技有机会能够联系起来的话呢，就容易怎么样，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受到人们的不信任。 be likely 或者 unlikely to do， 这是这么来用，加动词不定式，形成语言习惯，咱们就用起来从容快速，而且不犯错啊。在第八课也见过，在47页的第7行，咱们第4册第8课啊。 as it happensA razor that is safe in Europe is unlikely to electrocute Americans. 还记得吗？碰巧在一个欧洲安全的剃刀不大可能会电死美国人。Be unlikely. 好，我们还是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一样的。再看第17课98页第10到第11行。98页的第10行到第11行。It later became apparent that rabbits were developing a degree of resistance to this disease.So that the rabbit population was unlikely to be completely exterminated. 后来呀，明显看出啊，这个兔子呢，慢慢这个发展出了某种程度的这种疾病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兔子人口不大可能完全被灭绝。Be unlikely， 我们还是跟动词不定式 to do。好，到此为止，咱们第一句话这个它的主干，它第前半句的主干结构看完了。这边出现好多一些重点的搭配，包括特别是这个 it is 跟 whose 搭配这么一个重点的一个句型。那下面咱们举一反三的包括造几个句子，用上这个 it is 加 whose 再加上这个 be likely 或 unlikely to do， 咱们一块来写个句子试试看啊。好，咱们看这句子，住在叙利亚及附近的难民，他们的申请最有可能获得批准啊。注意在这里面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些难民，住在叙利亚及附近的难民，他们的这个申请最有可能获得批准。你看强调的是属格，为什么后面有的申请啊，强调的是这个难民呢，这属格用 whose 来构成这个强调句型啊。那住在叙利亚及附近的难民，难民是 refugee 了，后面加定语从句嘛，住在叙利亚及附近的嘛，对吧，就好了。那申请可以叫 application， 批准和驳回咱们还记得我们在这个
第八课贸易标准里面讲过 approve 和 reject， 批准可以用 approve 这个词，咱们试试看怎么说啊。先说这个 it is， 然后说难民，再加定语从句，再跟 whose， 再跟那个最有可能的 be likely to be approved 就好了，来试试看啊。It is 难民 refugee 加定语从句 who live in or near Syria 叙利亚怎么样呢？ Whose applications are most likely 加的 to do to be approved 好。咱们回顾一下这句话啊 ，It is 被强的成分是 refugees who live in or near Syria。好了，这是被强的成分完了。然后他们的申请 whose applications are most likely to be approved， approved 是批准的意思啊。好，再回到这个句中啊。那么两个病论句，第一个病论句主干看完了，咱后面看这个原因状语从句。为什么呢 ？For 因为呢，要保存的必备条件之一 is quick burial， 是迅速掩埋。is quick burial， 那很多同学呢可能会这么写，for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preservation is that they are quickly buried， 是什么呢？他们被迅速的掩埋了。这还是受到中文的影响了，因为我们知道中文喜欢用动词，英语喜欢名词结构。你要说 is that they are quickly buried。不但这个不符合书面的特征，喜欢用名词这个特征，而且现在特别啰嗦。那迅速掩埋 is quick burial 就好了。哎，咱们看看这个名词结构，又是咱们在英语写作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帮他写的地道的一个方法。咱们再看几个例子：警察及时到来，阻止了局面进一步恶化。警察及时到来，那么在中文中这到来是个动词，在英语中。其实就是警察的及时的到来阻止了局面进一步恶化，咱们可以用警察的到来及时的到来就行了吧。 The timely arrival of the police prevented the situation from becoming worse， 警察及时的到来阻止了局面进一步恶化，对吧？那中文中一般还是说警察及时来了阻止了局面恶化，这个到来用的是名词啊。再比如说，他在他妻子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的房子，在他妻子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不知道是个动词，但英语中呢，我们刚好用名词结构固定搭配了。你看 ，He sold the house without his wife's knowledge， 在他老婆不知道的情况下，本来这个知道呢是 know， 这换成名词 knowledge， without one's knowledge， 在某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哎，这些名词化的特征，我们把它总结到一块儿，我们心里有个数，在写作时候，自己就知道用哪一个更适合咱们书面来使用了。口语中还是用动词嘛，它简洁嘛，但书面中名词结构，而且确实看的。这个更庄严正式一些，而口语中的追求说着简单，名词往往多音节说着费劲，它喜欢用音节数更少的动词，但书面也不一样，书面追求着文言正式啊。好，再看后半句，他说 ，And it's only in the seas and rivers and sometimes lakes where mud and sil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posited。这个 mud 是泥巴，什么叫 silt？ 这当常识看一看就行了。silt 表示 sand, mud, etc.。Carried by flowing water and left at the mouth of a river, in a harbor, etc. 就表示淤泥，什么意思呢？什么沙子啊、泥巴呀，对吧？被流水带到了，并且遗留在了河口或者港口里面的这个流水慢慢冲刷，把沙泥留在这个地方，带到这儿，并且留在这儿了，慢慢淤积下来的这个淤泥叫做 silt， 当然跟泥巴一样，不可数名词，那就好了。那么怎么样呢？这里泥巴和淤泥呢，不停地被沉积下来，这个 continuously 叫一刻不停的，咱们做一个复习。这两个副词都来自动词 continue 啊。continuously 回忆一下，表示一刻不停的，一秒钟不停的。continually 表示讨厌的事情频繁的发生，它不可能一秒钟都不停，它表示发作的频率太高。这天总是下雨， it is continually raining。那不可能一秒钟都不停了，就一年中要都下雨的话，那发了大洪水了，对吧？就天老是下雨。那么他老是迟到 ，he's continually being late， 就是迟到的频繁。他不可能每一秒钟都在迟到，对吧？但 continuously 确实表示一刻不停的。这里面沉积是一直不停在发生，用第一个是对的。那么后面的 deposit 表示沉积下来，沉积。什么叫 deposit？deposit 表示。To leave a layer of a substance on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gradually. 把这么一层东西呢留在某个东西的表面上，尤其是慢慢慢慢的，把这东西留在表面上，慢慢慢慢越来越多，
就沉积下来，叫 deposit。 比如说 layers of sediment that were deposited on the ocean floor， 这是名词短语，就一层一层的沉淀物， sediment 叫沉淀物，未来在第三十课咱们会看到这个词啊，一层一层沉淀物怎么样呢？再加定语从句，就是被沉积在海底的一层一层的沉淀物，这 layer 表示层的意思， deposit 是沉积，说是泥巴和淤泥的不停的在沉积下来，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海和河和湖泊里面嘛，有这样一个条件，怎么样呢？再跟后面说 that bodies and the like， 还有这个尸体以及类似的东西，这个 body 后面跟了一个 and the like， 这是个固定搭配，叫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尸体等等等等类似的东西。And like 有的时候可以写呢 and such like， 意思一样，表示 and similar things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尸体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大声读一下 and like and such like， 再来一遍 and like and such like， 一样表示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啊，就类似我们大家很熟悉 and so on， 对吧？比如说 soldiers policemen and likeWere all called in to help with the emergency. 啊，还有士兵啊，警察呀，还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人员被召集来帮助来处理这个紧急情况。And like 表示诸如此类类似的这个人或东西啊，可以同时记住把它背下来就行了。And like and such like. 啊，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口语化的用法叫 and were not, and were not 也有表示这个类似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等等等等，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nd were not and were not， 意思一样，表示等等诸如此类啊。你比如说 tools machines and were not， 工具呀机器呀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啊， and were not 就类似于咱们很熟悉的 and so on and so forth， 还有拉丁文 etc 读快点的 etc etc 这么一个，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nd so onAnd so forth, etc. etc. 写全了叫 etc. 但经常缩写成 etc 一点，但不要读成 etc， 还是读成 etc. etc. 表示等等等等，这个都行。那 and like， 一样的表示等等。那还有像尸体啊等等，能够迅速的被这个掩埋，并且可以被保护起来。好，第一段结束。